如此，你们就该离乐园小远一点。如果没有你们，他一下就没了。哎呦，你误会了啦。哦，不小心看到你了，真的很抱歉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诺明庸他最近那么晚回家，都是因为他在外面赌博，好吗？你根本就误会我们了。上次见到他，还是你来找我们帮忙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啊？你还是错差学姐，倒是你的，所以是你的错，好吗？哦，学姐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小心看到你。哦，你好好吧？不是我的吗？真的是你的，很痛啊！你们居然和好了，我还是会把钱给你们的。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好吗？你忘记我是谁了吗？当初报警把我送进监狱，害我在里面吃了多少苦啊！你是谁啊？等一下，你是那个时候的 QQ 马吉奇哦。哦，怎么又是你？当初你进监狱根本就不能怪我们好吗？是你自己要抢我们东西的哎、欸。你根本不懂，饿了一个礼拜的人在路上看到很香的法国面包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再说，我当初跟你借钱想要吃个饭，你不借我就算，还一直捏我的脸，这些我都还记得。什么啊？你之前到底都发生什么事了、啊？你先去旁边，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仇。我今天报完这个仇，我再来跟你解释。你要干嘛？妮子，你冷静一下，我觉得你应该先放下你的枪。毕竟呢，我刚刚也差点杀了许月婷啊，但是呢，我改过自新了，她现在是朱艳怡杀的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就应该放下你的枪，改过自新，这样子就可以做个好好可以吃法国面包的人了啦。现在说这些都来不及了，我今天一定会把你们杀掉。你等一下啦。我们是警察，赶快放下你的手中的枪，不然我就要开枪了。患者还好吗？我死了。怎么又有警察啊？烦欸！趁现在我们还没犯下无法回头的过错的话，我们现在赶快就投降嘛。没错，你们现在投降还来得及，或许我可以向法官帮你们求情，这样你们或许就不用被抓去关了。那可是钱的事情怎么办？谁要那个画大饼的男朋友啊？哦，好吧，那我投降。怡静，你还好吗？你不要理我表哥啦，他就是一个垃圾。没事啊，我现在也不想管他了，我现在不用担心许瑞婷怎么样了。叶怡静，很抱歉让你误会他们。没关系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还以为你出轨了。许瑞婷还好吗？对啊，他现在状况怎么样啊？好，如果你们看他怎么样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的。明哥，你误伤了。干我！医生来了。许瑞婷他现在怎么样了呢？他救回来了，你们放心。那话说，现在他在哪里啊？对啊，你们在找我吗？我好了，我还活着，只是被缝了十针。没有死掉。十针都是因为我说对不起了。幸好你没有事，不然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了。我真的只希望你能好好对待，不要再这样，不要再这样。靠，罗明雄，你这个臭渣男。Hello， 我先自我介绍啊，我是叫做城市的警察局局长啊。叫什么名字？石头。所以你们两个就是遭到那两个大坏蛋的优秀警察吧？是的，局长，但他们已经知道错了。好，知错很好，但我们要罚，所以我决定，我们把他送到北韩玩一年好。我觉得北韩有一点太夸张了，我觉得，对。那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他们应该可以去劳动服务就好了。这边吗？好像是一个好主意。好，就听你的喽。好，去扫地。好啦，走吧，走吧。剩下来就你们自己走。讲咩呢？谢谢。
拿到奖杯了，那我们就拍张照好了，好不好？